我脸上好像有东西，能帮我擦擦吗？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怎么了？梦到解不出来的题了？一道很古怪的题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我本来就不喜欢你。他追着人去学长做什么？简直是为爱痴狂。他胆子可真够大的，爱情的力量可真伟大呀。我哪有一直跟着他？哪有爱情，这是尊严。你能不能理我？你腿短不关我事。我让你们看看到底谁追谁。我有喜欢的人，而且他就在这里。我脑子瓦特了。我真的喜欢上陆婉婉了。喜欢一个人有什么不好？四个字，大胆真诚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任初了？我喜欢他吗？我喜欢他什么？你这样根本找不到男朋友。你信不信我毒哑你？以你高中的成绩，你化学应该没及格。我现在就报补习班。这道题也许未必有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一个开关。只要开关打开，阿尔法和贝塔会明确心意的。初次恋爱，请多指教。